难怪，香的。小心点，别把手里的东西弄掉了。张镇定，不喜欢？都不问我就买了。不喜欢没关系，明年再买，再不喜欢，后年再买。到时候串成一串，挂在脖子上，老了谁的戒指都没你多。试试大小。哎，你的那个呢？你怎么现在就戴上了？方便。自觉，值得表扬。哎，你不方便出基地，怎么买的？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想买的钥匙，然后估算了一下你的尺寸，让领导去市里带了一对回来。你干嘛麻烦领导呀？你今儿回来晚上咱就能买。主要我自己想先戴上。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你干嘛要把戒指放裤子口袋里呀？你怎么猜到我能摸到？过去我做饭的时候，你总是喜欢从背后抱着我，把手插在我的裤兜里，这是你惯性的动作。哼，诡计多端。是过于了解您。